23個參賽者，咁我哋準備咗一啲嘅答案喺度啦。你哋可以 channel 啦，用你哋自己嘅辦法去感應啦。然後你覺得邊個盒度有，你就企喺呢個盒嘅後面排一條隊咁樣嘅。你唔可以掂到個盒，唔可以掂到個箱，你唔可以打開佢。咁咧，大家 channel 下呢只貓貓，佢嘅習性係乜嘢咁？布偶貓比較温柔啊，佢個樣啊。你哋唔好聽佢講嘢。你可以選擇男士或者女士。男仔啊！恭喜曬大家！我要投訴啊！佢哋喺度騷擾參賽者啊！你騷擾佢，唔接受任何投訴嘅。大家咧就嚟 channel 下佢究竟而家系已婚状态啊，即系有老公嘅状态啊，或者有男朋友嘅状态，或者有多个老公嘅状态，同埋有多个男朋友嘅状态啦。或定系咧单身，单身有可能系冇拍拖啦，冇男朋友都算噶。啊，咁咧我哋而家有个比较出众嘅分数出现咗啦。嗱，而家咧阿 Dam 咧就会 channel 一个高级嘅全友。Okay. 那大家就可以跟住他的 channel 去看看他 channel 的是什麼。終於有結果了，你的得獎的獲獎的禮物，你會選擇 A 還是 B 呢？